大家好，我是胡兰。可以看得出来，张老师特别想要融入我们年轻人的生活。刚才在后台我们在聊什么王者荣耀、英雄联盟啥的，张老师就非要过来接，接不进来就着急。大家能理解，张老师上一个玩的游戏还是蹴鞠。张老师特别费劲的搞懂是什么是打野，什么是上单，让我用特别通俗易懂的语言来给你讲讲是啥意思。就比如说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好比是一局游戏，有嘉宾之前骂来骂去，这就叫对线啊；有嘉宾要骂张老师呢，这就叫打野。要是人家没想骂张老师，张老师偏要说人家，结果被骂了，这叫反杀。你们看看张老师现在这个样子，这就叫上头。这期嘉宾其实都跟游戏多多少少有点关系。比如说柯洁，他玩那个王者荣耀，他说他之前玩排位连输了8把，一气之下把游戏给删了。你不是运动员吗？你输了之后不应该想着怎么干回来吗？你删游戏算什么本事？就是好比国足被人连灌8个，球员一气之下把球给藏起来了。他自己也解释说，不是因为输删的，是因为有人语音喷他菜，把他心态给喷崩了。我说为啥说你菜？人家说他团战不参加就自己玩，你说这不是该吗？他玩打野一头扎进树林里面不出来，就自己在树林里面采山货，活生生的把兰陵王玩成了谢广坤。他还觉得人家兰陵王回城慢，带那么多山货回城里能不慢吗？毕志飞，有人说他拍烂片，我不同意。啥烂片？那能叫片吗？那就是 PPT。 我看的时候很多特效我都认识，飞入淡出声音风铃。初中学 PPT 的时候全学过，他当时给院线送稿配的时候也特别方便，就直接用 U 盘右键拷贝，还告诉人家文件啊在那个电影文件夹下，不要乱动那个考研资料的文件夹。今天我是真的不知道他跟游戏有啥关系，我猜他可能是把 PDD 专场听成了 PPT 专场。这两年我们对他好感在提升，因为大家发现他不是骗子，他就是能力不行。他是爱电影，他虽然拍不好，影评写得很好，就有人说他是哗众取宠的小丑，我倒不觉得他是哗众取宠，但他的电影真的是在报复社会。就自从我看了那个视频网站里的那个逐梦演艺圈，我再打开视频网站，人工智能猜我喜欢上海堡垒、爱情公寓和绝技。有人说看完逐梦演艺圈之后眼睛脏了，我感觉我看完之后账号都脏了。炎亚纶，原飞轮海成员，我小的时候第一次看见飞轮海这四个花花绿绿杀马特一样人的时候，我以为他们四个叫魔力青、魔力红、魔力海跟魔力胜。亚纶特别厉害，他微博粉丝快2000万，天天给自己的超话打卡发帖冲榜。经过他不懈的努力，炎亚纶的微博认证终于成知名歌手，变成了炎亚纶超话小主持人。最后再说说我们主咖 PDD， 一个不管给他坐多大椅子都感觉椅子是他被他撑大的男人。PDD 很多啊，有什么说打折卖队员，还捐过希望小学，我当时看了很感动，我觉得捐小学钱不够还卖队员。后来发现两码事儿，
他是在内蒙古的多伦捐了一个小学，学校老师也不知道他是干啥的，就和学生说你以后啊要像刘校长，你们就跟刘校长好好学习。一年之后小朋友都学会了逃学，边逃边说溜了溜了。特别开心，这波我必不可能被抓。还上电视剧，都说什么李现演的那个韩商言的原型是 PDD， 我不信。你李现爬到那个树上看杨子，那个画面还挺浪漫，你能想象 PDD 爬树吗？那真的是匹夫撼大树，就即使他爬上去对着老婆喊，老婆你要相信我，老婆说我不信，男人靠得住，猪都会上树。我再一看，哎，男人真的靠得住。 PDD 说我是靠得住，树快靠不住了。韩商言还有一次把头伸到窗外去吻女主，画面也很浪漫，对吧？你想想看，换了 PDD 能不能伸得出去是一回事儿，即使伸出去那个画面感觉也是女主跟上了断头台的 PDD 在送别。PDD 说你还有啥要对我说的吗？女主说 PDD 我感觉你马上要裂开了。最后还是希望 PDD 越过越好，很多人在 PDD 身上看到的是，哇，原来打游戏这么可这么赚钱，我应该就待在家里打游戏。不是的，你应该看到的是一个人即使在电竞这种非传统行业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好日子，活得风生水起。不过前提是得努力，我们不能光看人吃肉不看人挨打，对吧？谢谢大家，我是霍兰，谢谢。